Hello， 各位同学，你哋好啊！又嚟到星期五见我礼物小姐嘅时候啦。今个星期咧，我亦都系带咗两份奖品俾你哋换领嘅，而家一齐睇下啦。第一份奖品系 Nike 时圈万用小袋，绿色，同学需要用8000个 smart points 嚟换领，名额有六名。之前咧，我就为大家带嚟一个 Nike 嘅时圈万用小袋，紫色。今次咧就为大家带嚟呢个绿色啦。呢个绿色嘅万用小袋咧，佢上面嘅图案公仔咧系一只狮子嚟嘅，而且佢绿色咧系好近一啲草嘅绿色，望上去非常之舒服嘅。同之前嘅换领嗰个嘅小袋一样啦，佢咧可以方便同学你哋咧装一啲细小嘅物品嘅，譬如可能系放纸巾啦、润唇膏啦、锁匙啦等等嘅。而佢上面咧亦都有个时圈嘅设计，可以方便咧你将佢咧箍喺可能你嘅裤上面啦，或者箍喺你个袋上面，可以方便使用，亦都咧防止佢冇咁容易唔见嘅。如果你中意呢个绿色嘅版本、绿色嘅万用小袋嘅话，咁就唔好等啦，即刻用 smart points 嚟换领。第二份奖品是智力积木，同学需要用15000个 smart points 来换领，名额有六名。今次为大家带来这个非常之经典的一个智力游戏，就是这个智力积木啦。唔好睇佢呀，好似呢由几嚿木咁样砌成一个正方体，其实呢将佢打散咗之后呢，你要再砌返佢成为一个正方体都要考考脑筋㗎喎。我记得呢之前有睇过一啲电视节目，有啲专家话呢，一啲木制嘅一啲玩具呢，其实对于儿童嘅五官发展啊都非常之有用㗎喎，特别系触感上面啊。如果同学你都想玩下呢一个嘅木制嘅一个智力积木嘅话，咁就冇等啦，即刻用 smart points 嚟换领喇喎。好啦，今个星期时间又差唔多啦，下个星期再带唔同嘅奖品俾你哋换领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